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就是来到石安朝见神。希伯来书有七次提到来到或者进到，而第十二章讲到我们来到石安山，其实是包括了亲近神的心态。诗篇八十四篇都讲到去到石安朝见神，包括同神相交、面对面、经历祂、敬拜和享受。亲近神真是我们最大的快乐，其实不单止我们快乐，亦都是使主有满足的喜乐。主说这里呢，他说我来到石安山，第四章后面那里，他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事情。那个来到同一个字来的，所以这个来到呢亦都有译本呢，叫做 draw near， 咁长紧㗎，即係话去亲近啦，亲近神咁样㗎。所以呢个来到呢係一种亲近神嘅嚟到㗎。而家帮第七章嗰同一字啊，佢话呢凡靠着他，靠住呢进到神面前嘅人。嗱呢进到嗰就係同一个字嚟㗎，呢个来到嘅字。所以你睇用緊就进到神面前。再第十章佢话咩呢，讲到话呢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嚟到神面前，又系嗰个字嚟㗎，嚟到神面前。所以呢度讲话我嚟到石安山呢就有一种去亲近神嗰种嘅心态嚟㗎。咁呢度好帮助我哋亲近神㗎呢段圣经。亦都帮呢头先讲过啦，亲近佢系心头真理。呢啲太宝贵㗎啲真相啦。咁當然可以做其他啲嘅，但呢個好包含性㗎啦已經。個千馬天使唔係咁簡單，好似一幫人喺度咗嘛，唔係咁簡單㗎。個所撒嘅血所講嘅嘢唔係咁簡單㗎。今日我想一件幫你睇㗎，好寶貴，因為太緊要啊。點樣望住，一下望住而家你可以應該順眼望多啲嘢㗎喇。呢度讲咗啲嘢俾你经可以。有嘢哇上面好快乐啊，啲天使啊。天使嗰系可以欢乐节日嘅盛会咁样㗎。天使都咁快乐，好快乐啊，天上原来。就是、天使咁快乐，你快唔快乐呢，主长子快唔快乐啊，好快乐啊，你睇天使。所以天使好快乐㗎，根本就你哋想象唔到啊，我快乐个点喎。你睇主讲好清楚，佢讲啦个地上一个罪人悔改点啊，天上都系欢喜喎，有几时呢，一日几多个信主啊，帮你讲全世界夹埋喎。可能朝早有唔知几个，晏昼几个，晚几个，就算你瞓紧觉佢嗰都唔瞓觉啊。二十四小时啦，淨系唔好讲其他嘅庆祝其他快乐，淨系有新人信主啦，哦天上海宝快乐已经。咁我相信甚至呢有啲人去主道係咪會唔係咁坐嘅，咁佢係多個入嚟啦咁樣。呢啲係邊個人嚟㗎，嘩呢比天主仲高貴喎，主長子嘅部分一定係歡迎啦。嗱譬如你識得佢，你去咗先啦，佢就嚟喇喎，你歡歡喜啦，係咪你再慶祝下。所以根本嚟講一個個弟兄姊妹去主道嘅時候呢，我相信天上都係快樂啲㗎喎。總之太多快樂啦，因為佢哋認識神㗎。佢哋個個都最心機嘅神，按佢嗰種嘅容量啦。係咪就我啊，一切親人書咁寶貴，但我幫你講，我去到主道啦，嗰啲嘅寶貴一定超過我一生嗰啲夾埋幾乎。但今生你講啲好寶貴呀，一家喺地上呢個有仇敵有難處中。嗰啲當然係唔可代替嘅。先八十四篇講到石安方面嘅，或者耶路撒冷方面嘅，嗱你睇睇，因為係嚟到石安山，所以你注意下石安山佢有意思喺裏面㗎。你發現啦，佢揀選咗石安，佢永遠安息之所，佢到石安朝見神。嗱，所以嚟到石安山啦，第一點就係你有目的去朝見神，但喺呢個恩愛中
哇，嚟朝见神噶，系最大嘅欢迎，好欢迎啊！你睇嗰几点就知啦，好 inviting， 好欢迎，我太宝贵，弟兄姊妹，喺人心中太宝贵。嗱，咁希伯来书都讲到咧，最后要去到呢个目的度噶。希伯来书打咗十二个嘅更尾啦，呢段圣经个更尾就最后一个更尾。讲进到十年前嗰啲啦，应该多数都系最后一次啦。所以我嚟到食安山，真系去到神佢我预备最宝贵嘅嘢，就我要讲嘅神，神嘅目的嗰度，就新耶路撒冷，系要前面喜乐，呢都系啦。神要领众子入到荣耀里面嗰、那个荣耀。咁喺呢个荣耀中，我最重要一件事啦。有我哋帮面对面，帮我最深最深享受到佢自己，即系主佢钉晒钱个祷告中咧，讲到我方面，第一件就系永生，呢个系神佢嘅享受，系我的享受嚟噶，就系经历上认识佢。有啲嘢啦，唔单系净系听翻嚟嗰啲啊，争好远啦，你经历上认识佢，嗰个系至宝。所以诗篇八十篇讲到。去锡安朝见神，都嚟到锡安啦。就有一样嘢好紧要，就系我哋帮佢相交啊，帮面对面啊，朝见佢啊。呢一只神噶，可以目的中嘅目的嚟噶。一始终你系帮佢最深亲近，经历佢，敬拜佢，享受佢，帮佢情爱交流，帮佢心灵拥抱啦，佢帮佢亲嘴。呢先系最大福分，系咪咧？呢个神嘅目的，因为主就要你帮佢最近最近啊，唔系净系关系咁简单，有个真实嘅经历嘅心嚟帮佢咁相交。你最爱佢，相交享受佢，你最享受佢就佢份爱啦，使到你最爱佢，呢个系最高噶。但系都喺好多荣耀嘅包围中，佢好多爱嗰啲预备。表达包围住，一日显出佢爱，成个成我嘅设计。所以今地上你都系最紧要系点啊？你好亲近佢、哦。我哋都介绍咗两首主日诗歌咧，有嗰啲就系思念，哇！嗰啲咁一幅图画。当然啦，我啲诗歌唔系代替圣经啊，但系我个诗歌里面都好多系圣经里面嘅内容啊，即系表达出嚟啊，咁可以唱。谂翻啲事，咁你叫住开你眼睛，我先明白嗰几件事咧系乜嘢嚟噶，就几宝贵啦。咁你思念谂到嘅时候咧，你嘅享受更大噶，同埋会影响你亲近神嘅时个心态，你嘅快乐加。系咪千万天使？哇！呢啲都咁快乐，啲就哇就快乐。喂，我点解而家唔快乐咧？咁都会影响你，系咪？你要快乐佢嘅话。所以真相影响紧你噶，所以主要我哋常常喜乐，主要我得着满足嘅喜乐，但主都有满足喜乐噶，系咪？佢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就系呢度咧，诗篇十六篇咧都系讲到主自己噶，主快乐到无法形容，只系讲话荣耀嘅喜乐。佢睇到咁多长子，佢个宝血，佢劳苦嘅功效咧，都喺嗰度。要帮佢咁紧，保罗都话帮基督同在好多无比，咁就主又可以帮佢同在咧，佢都觉得真系太享受啦。你亲近佢强过你地上亲近佢，甚至，但系你冇睇清地上亲近，我觉得呢个系喺地上冇更宝贵嘅。